Hello， 早上好呀，现在是上午10点钟，今天来带大家看看我的一天。今天打算画一个比较轻薄、水光感的一种妆容，先用妆前乳打个底吧。粉底依旧是迪奥的锁妆粉底液，这款是亮泽妆效的，水润透气又服帖。而且重要的是，它能够全天24小时持妆不暗沉。待会儿呢，我还有一个拍摄，带大家去现场看一看。今天收工了，这个妆真的挺持久的，状态还不错。哇，谢谢。这个水光气垫很好用，放在包包里很小巧，正好拿来补下妆。一整天下来妆容都没有暗沉，哎，现在也还没有浮粉，还是很在线。好了，今天也结束了，我也要休息了，我们下次见。